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雷哥。虽然 KPL 秋季赛进行的如火如荼，紧张刺激，但作为 AG 的主教练月光，偶尔也会回归直播，增加一下直播时长的任务。而在直播中，他也会继续开启见谁坑谁的模式，稍不留神就掉进了他的圈套，跟谁排位都不能空手下播。前几天在打 DYG 之前，又约了知名主播剑仙，在两人的邀约时间没到时，月光就早早守在了线上，足足等了剑仙40分钟。在这40分钟里，月光并没有傻等着，可以说是排兵布阵，将自己想要坑剑仙皮肤的英雄，事先把该英雄的熟练度打到绿牌，以便能与之一起开黑。这波是真的戏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剑仙更是做足了功课，竟然月光猝不及防，无言以对，场面一度失控。一起来看看，最终两人谁更技高一筹呢？Hello，好兄弟，你知道今天我为了跟你双排，我准备了多久吗？准备了多久？准备了40分钟。你准备了40分钟？对呀、啊。准备了42分钟。我40分钟都在挨打，对。没有，我这42分钟都在酝酿着怎么跟你双排。兄弟，你什么段位？我40星。你40星啊，兄弟，你怎么那么高的分段啊？我这个还高吗？我觉得我在我的好友里面已经很卑微了。兄弟，我差点就跟你打不了了呀。嗯，怎么说？你要玩什么英雄带我？你的好友英雄有点意思呀，你的好友英雄。对呀、啊，我最近玩这几个英雄玩的比较多。怎么说？开呗。哎，你这个这样看起来，嗯，这样看起来就跟你很搭配了呀。我觉得也还不错。哇，你怎么笑起来这么猥琐？你也不赖呀，兄弟。怎么说？听说你上个月发了财啊？人呢？什么？听说我上个月发了财？对呀、啊，听说你上个月发了财啊。哎呀，生活不易啊，兄弟，上个月，哎呀，怎么生活不易啊？有点失败人士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，兄弟？哎呀，这很厉害呀、啊！我听他们老说什么，你最近发了财啊？我没发财啊，我最近回归教练两个月了。你发财了呀，兄弟？我这个无偿为电竞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、啊，我每个月工资都没有。你的青春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你青春是有收获的呀？我没收获呀，现在这个前路渺茫，前途渺茫。对啊，我去，我前面的路都给人封死了，兄弟，你还是渺茫，一直是渺茫，兄弟，我感觉我前面有一堵墙，给人拿了个水泥给糊上了，兄弟。你现在穿衣服穿的什么衣服嘛？是不是穿的长袖嘛？啊？你是不是穿的长袖嘛？我现在穿这衣服，知道，兄弟，我现在的场景就是这样的，我家现在。那个我在旁边直播的旁边放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跟炭一样的那个锅，你知道吗？是小时候用的。然后我在穿那个老头汗衫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爷爷传下来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穿了一个老头汗衫，然后呢穿光着个膀子，现在然后这个锅炉的火在烧，我在旁边，要不然我取暖呀，太冷了，对，实在不行了这。哎，你这么玩的李白，这不是你的成名英雄吗，老铁？是的呀，兄弟，你看，你怎么也没有皮肤呀，兄弟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完了呀，裂开了呀！本来我还琢磨着，我说你能不能给我送个皮肤啥的。嗯。你这个人怎么皮肤都没有？真的是。你也没有皮肤呀，你这个人思想很有问题，真的，这不是你的成名英雄吗？成名英雄都没有皮肤、哦、怎么说，感觉你最近跟你聊了一会儿天，感觉你最近比我还惨、嗯、我老家你不知道，我老家不是最近在种菜呀，这冬天来的呀，这冬天这收成不太好，知道吧？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还能打这个蓝 buff 吗？我刚刚帮你守这个蓝 buff 足足守了1分钟，是吧？我看你太好了呀，你对我太好了呀，真的，月光啊！我说实话，我属实是没有见到有兄弟对我这么好，而且我是一个射手，知道吗？你是我生平仅见对我这么好的人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你在家里有空调吹，你看我这200连个皮肤都没有，你就得给我整一个，对不对？就凭咱俩这个关系，你觉得呢？剑总，你看呀，剑总，我真没骗你，我每天就靠300块钱伙食费苦苦支撑了一年了，每个月工资又没有，300块钱支撑你的生活吗，兄弟？你每天还有300块钱的消费水平呀、啊？你等了我40分钟，你却不知道我的心呀、啊？
我今天为了跟你打这个排位，你等了我40分钟。但你知道我这个老家这个信号不太好，每天我都要跑到那个山上的那个山顶去摇4个小时的信号呀。那风给我吹的，你看我最近这个不是看着这个老头干啥吗的？监公子，明天我就要去重庆了。你要去重庆了呀？对，什么意思嘛？明天去重庆啊？然后4号。哎呀，我就知道叶东妈你对我好呀！我天哪，吃了要请我吃饭吗？我要流泪了。不是你老家又不是重庆的，你老家是重庆的吗？你不是明天要去重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在重庆吗？那你今天不是还在上海吗？我是。你不是在老家种番茄吗？啊！你不是在老家种番茄吗？我又回来了呀！你会闪现吗？我不是闪现呀，我会回城呀，我回城了呀！牛皮兄弟，你还会回城？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不要给我送个别？怎么就我要不要给你送个别？然后我请你吃顿饭，你这个意思吗？这样，如果你在老家不方便的话，是吧？也可以，是不是？我一会儿出去看一下我有没有点赞啊，我这个号。可以啊，你看一下嘛，号上有多少点券，小兄弟。好，我先看一下啊。先看一下，不要送，千万别送。对，就看一下就行了。我看一下，我来瞄一眼啊。必须得瞄一眼，兄弟，就瞄一眼。就说我这春节带来上场了，我还不赶紧的。别送，就瞄一眼，你就别送，知道吧？别送。我先瞄一眼啊。你先瞄一眼，先瞄一眼。我还有3000多的点券，不，300多。好家伙，3500，兄弟。是3500人民币还是3500点券？嗯，3500点券。行，来我们开吧，先开吧，是吧？对，就平时我跟你说啊，就每天我都会划出一个小时让一诺天天看你的直播，学习一下阿爷的节奏。现在的年轻人呀，他需要多培养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哎呀，这我说实话，我不是那种善于开口的人，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说实话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可以开口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必给你安排。那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开口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对呀、啊，那行吧，那就下次吧，好吧，下次。怎么下次一定啊？都对、啊、怎么下次了？别下次呀、啊，这。不，你不是挺那个嘛？刚好我号上那个点券也没了，就7点券了。那你号上有啊？7点券，7点券是不是可以送那个什么新手包1点券一个？那是10点券。10点券、你还有3000多点券，暴露了，中计了呀！我必须要给你送到皮肤。对，不对，别这样，建总，我跟你说，建总，那个、啊、韩公子，哎，我怎么，哎，喂，喂，建总，刚刚我们在游戏过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阻滞。喂，嗯，哎，他怎么不说话了？可能网络有点波动。哎，喂，哎，怎么滋啦滋啦的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天公子，是我找你索要，还是你主动安排？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快点，你要什么皮肤，兄弟？哎，赠送在哪里啊？赠送。我直接索要啊！我怎么找不到正数、啊？我直接索要，咱们避开中间环节。啊，我找到了。啊！别，你别出手，你别出手。小卤蛋那个木偶奇遇记是吧？木偶奇遇记、啊、那个福禄兄弟。不是。啊！哎，不对，不行。啊！必须要做饭。我必须给你送啊！复古青春。等一下，嗯。等我拿个计算机算一下，别着急。嗯，怎么拿计算器算一下？3500多少？3510，对吧？510。OK， 等一下，减去2888，还有622，再整个这个，
Bill 两人连续打了五场游戏，绞尽脑汁，口干舌燥。要说 B 站哪家强，月光功底差太多。邀约剑仙坑皮肤，还没开口就被怼。不怕对手是能人，就怕对手研究你。月光坑战经验主，今天差点翻了车。声东击西谈感情，36支反间计，楚楚动人搞心态，谁也不差那200。套路不成装大款，回首将其推进坑。月光今天算是遇到对手了，能把月光搞成这样的好像才出现。可最终剑仙还是痛失了3000多点券，非常搞笑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帅哥别忘点赞评论哦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